还有15分钟。是红雀吗？不是。别回头，一号地点见。你慢点跑，我们收拾上来的路。
すみません、荒木さん。聞こえませんでした。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以后在上公馆要讲汉语啊。是。被活捉的叫江元宝，他是萧正国的下属。我们安插在重庆的樱花只知道萧正国来上海是为了通知飓风队启动刺杀楠木少将的计划，同时他们还将启动一名代号叫雄狮的卧底，但是雄狮的具体身份不详。江元宝，荒木課長、まだ吐きません。身为一名军人，头可断，血可流，但不能失了骨气，你说对不对？那就给老子一枪，啊！让老子死个痛快，啊！既然你没有这个运气，在战场上被对手一枪毙命，那你就要做个选择。其实很多道理人们都懂，只是轮到自己的时候很难做出正确的选择。我只是想帮帮你，我们用时间来量化一下你的信仰。我非常讨厌上海阴冷的冬天，我希望这样可以让你暖和一点。我知道你现在非常的痛苦，你的肉体想一丝解脱，但是内心又挣扎着想活下去。住手啊！我是我。1分07秒，看来你的信仰不堪一击啊。こいつの話す言葉は全て記録しろ。はっ、了解しました。挨了揍要长记性的呀！你这喇叭骨刚刚长好，侬又来搿搭做啥啦？一会又碰到那个唐小姐，那保镖比狗都凶的。再讲，我弄个主播去了，
我讲了不侬懂啥啦？山哥这个叫艺高人胆大，富贵险中求。弄啥来着？你来了。哎呦，蠢啊！咋把鬼捅了？我看到伊就冲。那么侬做啥要杀伊呢？我哪能晓得伊噶凶啊？那么跟踪张老板的时候就看他一眼，保镖就把我打了。哎呦，算了算了。想想吧，人家赔了你10块医药费，对吧？你才花了3块，还赚了7块的。我陈山靠这种事情才脱困啊！你们不要跟着我混了。侬做啥了？搿种事体好讲出来的，自己心里面晓得嘛就可以了。山哥要米币呀！对呀对呀，山哥的米币就是阿拉米币，对吧？好了，不要讲了。这个钞票，今朝2只王啊！皮鞋挣的还没这个多了，好吧？三哥，我们今天搞什么事情？姓宁和金卓雅丽帮永林私奔的舞女，锦绣布庄的上门女婿找了个舞女相好，偷了布庄20根金条，想要跟这个舞女私奔。我们今天找到这个舞女，拿回金条，根本就有2根是我们的了。哦哟，根本快点醒呀！快点快点！長官。浅田長官、臨時の作戦が今晩入ってしまい間に合いませんでした。遅れてしまいすいません。これは誰かと思えば、我ら商工館特務課の精鋭、荒木会長殿ではないかね。商工館は成立間もなく、まだ取るに足りません。浅田課長の特務課こそ憲兵隊本部の中心であります。我々とは比べ物になりません。誠に恐縮であります。皆大日本帝国と陛下に忠誠を誓った者同士、そんな区別などない。さあ諸君、我らが帝国のために乾杯。さあさあさあ紹介しよう。こちらは東満聖女子。どうも荒木さん、はじめまして。私と父さんは知り合って5年になる中国で一番の友人だ。
だから特別に彼女を今晩の催しに招待することにした。みんなと気合わせたい。初次见面请多多指教唐小姐。原来荒木先生的汉语说得这么好啊。山哥，荒木先生您真是太客气了，比起荒木先生的汉语我可真是差远了。这真不要命，空个女人不是日本人了，汉奸。山哥，女人也好做汉奸的？奸字本来是女字旁，啊，不识字的你不要跟他讲。王小姐，有一位先生给您的包。好，谢谢啊。不用客气。给你引荐一下麻田和横山两位先生。啊，好。哎，帮我拿一下。麻田先生、横山先生，给你们介绍一位新朋友，我们这儿的驻唱歌手黄英。黄英小姐。先生好，来坐。
同一个小姐，我太喜欢你了。我们不急了，啊！楠楠，以多欺少啊！你知不知道你在和谁说话？侬晓不晓得，侬老帮三林刚一步啊？不，你再给我说一句试试。我刚好不想干了。先扶黄小姐到隔壁休息。袭击大日本帝国军人，你要付出代价。你们不敢杀我的。今の聞いたかね、殺せないと抜かす。你凭什么说我们不敢杀你啊？你们现在不杀老百姓，就是为了收买人心吗？这个人欺负女人已经够不要脸了。现在这么多大人物用枪对付一个手无寸铁的小混混，传出去不得了的。麻田将军，曼琴有个提议，不知道您是否愿意听听啊？唐小姐，请讲。这个臭小子他是不知道天高地厚的，杀了他也没什么大不了。但是要是出了人命，黄英小姐今天被人欺负这事儿传了出去，那我米高梅的面子可算是丢光了。
我说还不行吗？我都他妈怪你，怪我干嘛了？我们怎么能够把山哥给丢下呢？不跑的时候我们就跑了呀，我也没有说要丢下他呀。拜把子时候说什么了？朝天一炷香，都是从爹娘，有肉。哎，山哥不会就这么让日本人给打死他吧？现在说什么也没有用了。山哥他要是翘辫子了，陈阿爸，我就把他当我自己亲阿爸养。如果山哥不在的话，我们饭都吃不到，你拿屁养陈阿爸，真的是。那你说怎么办了？我回去救山哥。你回来！你个黄鱼脑子，回去只会送命，我到时候多养一个阿爸。哥们，你不要去了。干什么？我找人。找什么人？山哥。你找死！你瞎讲什么了？不找人呀，找错地方了。走了呀，走了呀，走了呀。你是怎么知道啊？黄英就是那位要私奔的人啊？这今天下台吗？第一个动作就。今晩の任務と関係あるかもしれません。連れ帰って、さらに尋問します。浅田課長、それから丹さん、ご了承くださいませ。荒木課長が、そういうのであれば、私に断る理由もないようだ。ではな。荒木さん、もしや。椿山と言ったか。はい。身元を調べるんだ。
你认识我吗？我是你哥哥陈山的朋友。我小哥哥的朋友都是些男的，没有像你这样的姑娘。是吗？他倒是跟我说过，我肯定能在人群中一眼就把你认出来。他说的果然没错。你是来找小哥哥的是吧？可是他昨天晚上没有回来。他让我带你过去找他。 哦，他还给了我这个呢。